很多香港人为了买层楼建立自己的安乐窝，可能要劳碌一生，每个月供楼和交管理费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的个案，这些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业主、委会甚至乎法团的重重围困。那究竟怎样看着自己的荷包呢？在解围，我们帮到你。好，欢迎大家收看我们这集解围。这集是猪年之前，即是九年的最后一集。下集就猪年了，即係睇下下集我哋有啲咩新搞作啦嚇。咁今集咧，例如我哋今日都攞個題目啦，嗱，即係由上個禮拜延續到今個禮拜，都有一啲即係4000蚊嗰啲零星嘅津貼啦。咁令我就喚醒起咧，喂，其實我哋想樓宇管理裏邊申請嗰啲津貼啊、資助啊、貸款啊，都好多嘢要注意噶嘛，係咪？即係而家，即係全城關注嗰4000蚊啦，上個禮拜延續到而家。咁但係我哋不如講下樓宇嗰方面啦，逐樣講下好嗎？唔該，你揀一樣講先啦。哇，好多而家市面上好多津貼嘅。啊，你講一講。咁咧，首先咧，講啲不嬲恆常有可以申請緊嘅先啦。好。恆常有的呢就有市建局的公共地方維修津貼啦，每個單位大約3000蚊嗰只。咩資格㗎呢個？嗰個就法團申請嘅。法團申請嘅。法團申請，要講法團申請嗰啲先啦，個人嗰啲就再咩啦。咁跟住然後亦都會有港燈嘅一啲資助啦，去慳電啊、節能嗰啲津貼啦。跟住另外舊年就有政府推出個2.0啦，樓宇更新大行動2.0啦。跟住亦都有消防改善工程的資助啦，咁就法團就大致可以申請呢啲啦。咁如果個人嘅業主就有長者業主可以申請公共地方維修津貼核下嘅，即係補助金啦，得10000蚊啦。咁就亦都有40000蚊嘅自住物業津貼計劃啦。咁然後如果要借錢就有任何業主都可以申請貸款啦。即係最主要頭先數都有成7样8样。林林種種啦。係啊，好多㗎。不定期仲有啲即係推出嘅啲咩升降機啦，係啊，嚟緊3月有啊。即係應該就有㗎啦，嗰個申請啊。咁嗱，即係點解我哋都要提呢啲資助申請呢？因為咧嗱，嗰4000蚊咧，你哋自己申請，即係第一啦，香港人啦，攞邊有困難啦，填邊有困難啦，一啲資料又攞唔到出嚟啦，係咪？有啲要攞到身份證啊、結婚證明書啊，出世紙啊，出世紙啊，咁啊，咁即係好離譜啦嚇。咁其實即係自己申請嗰啲計劃都嗰幾千蚊都咁難啦。其實如果做法團咧，幫啲業主去申請呢啲計劃咧，就我覺得係難上加難嘅，因為第一啦，而家呢類型嘅津貼咧或者資助咧，我將個主流分咗做兩類。第一類咧係有時間限制嘅，第二類係冇時間限制嘅，即係相對啦，即係永遠冇計劃，冇計劃係永久嘅。咁但係相對有啲係持續住嘅計劃，譬如嗰啲好似樓宇安全透風計劃啊，嗰啲樓宇嗰啲公共地方維修津貼啊，係嘛？嗰啲係相對咧係長好多。永久好多嘅，OK， 咁我諗我哋先講最普遍嗰、那個公共維修津貼計劃先啦，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有啲咩重要留意嘅地方啦。阿藍，申請嗰啲咧係由法團咧去到主導啦，咁法團一般係點樣噶？就咁填張表啊，定話要開大會啊，定點樣噶？嗱，等大家留意一下。其實咧，喺呢一類，其實啱啱所講，大部分由譬如市建局啦，或者係呢啲公營機構去負責管理嘅呢啲資助咧，都需要法團係開一個業主大會咧，即係去通過好都幾多項嘅議決嘅。咁可能有啲包括其實最簡單個意思就係話到你會唔會去申請呢個資助啊？咁佢裏邊會有啲嘅條款嘅，譬如你要可能要用到佢招標妥嘅服務嘅，咁你又要授權市建局去請一啲獨立第三方顧問等等等等。咁其實佢有一啲好
好 standard 好規一嗰啲叫做咩規定咗嘅議程出嚟，其實要你去通過，咁、去處理嘅。咁如果你通過咗之後咧，其實先可以填表同埋、一啲嘅相關文嘅嘅文件去交埋過去。其實嗰啲係要業主大會啊嘛，大會即係我見到其實以前咧就填張表，啊主席簽個名，咁啊申請啦咁樣。咁後期就演變到咧就佢又張表度要你填，你打算做啲乜嘢嘅維修咁啊嗱。呢部分咧要解構少少嘅，有好多業主咧就有幾種唔同角度，我哋都好難好難掌握到佢點諗嘅。因為咧佢有我講其中嘅諗法啦、其中嘅諗法就係話申請呢個資助計劃嘅時候，嚇、我哋填表要申請話要做外牆、做水喉、做水渠、啊、做晾衫架、做冷氣機集水喉。寫曬咁多樣嘢做消防，寫曬咁多樣嘢。喂，咁真係要做好多嘢啦，有啲嘢我唔同意做喎，咁我因為反對啊咁樣。嗱，即係呢個咧，又係我覺得咧，政府喺又係填表裏邊咧，又係多嚿魚嘅嘅問題嚟嘅。即係你點解要逼人哋決定咧？係咪攞咗個攞咗個概念、申請你個津貼先啦？你個津貼又幫自己封咗頂㗎啦，佢又唔會話填多啲你俾多啲，佢真係吹漲。唔係情況等於即係而家申請嗰4000蚊，要你填清，要證明你個銀行户口幾多號，你證明你個地址。喂，我講錯俾你聽，有乜著數啊？係咪啊？即係呢個咧，係我覺得呢個表裏邊咧，係一個好大嘅漏洞。即係你係唔需要逼嗰個法團去咁做嘅。因為有啲業主咧，佢反對做某啲工程。佢又覺得。他甚至乎製造了跟法團的爭拗，法團的人主流當然覺得，喂，我為了一個公帑，跟大家一起申請一些資助額，我真的希望盡量申請多一些嘛，那我就建議做多一些，剛才我提過，做多一些是不會影響資助額，但為什麼他想填多一些呢？因為如果我理解一下，就是兩位拍檔補充一下，如果我的表格裏面，我沒有填到消防的，結果我做消防，如果我其他我填了我這裡，是拿不盡那個資助額呢，如果我沒有填消防呢，消防那部分呢就不會計過，你現在是不是這樣的？以前是這樣，現在可能聽過你的意見之後它改善了的，因為呢，但很多人填嘛，他要逼人填，所以其實呢現在呢很多時候呢那些來講，因為呢現在市建局呢都有來派代表呢、如果你是做開會去談這件事的時候，他會派代表來列席這個會議，然後呢他都會說得很清楚，其實這個只是意向來的，不是沒有意義嘛，是沒有意義，所以就我都不知道他填來做什麼，沒有意義嘛，你說你的，你其實要說反而反轉，你是要說清楚你的資助範圍是包括只是資助哪些範圍的事，你做這些以外的事，我不包你的，即是你要將你的大堂由個瓷磚變做雲石，那個差額我是不會給你的，我是給你做樓宇結構安全，我不是給你做美化家居，你說清楚就已經很足夠，多於足夠了，你為什麼要限制在你填表那一刻，你就要告訴我你的意向是怎樣，你就製造拗叫，製造議決，明明不用議決的事情咁粗要你討論半個鐘，浪費大家時間，是不是？真的很離譜這件事，即我覺得這個即大家要注意啦，我希望聽到的業主，即 我都建議的，你什麼都剔掉他，是吧？其實是這樣而已，因為你不剔呢就費事跟他爭啊，是吧？譬如我舉個例子，你只剔自己、做外牆，是咁多啊 ，that's it 啦，我就外牆做大維修，我乜都唔想做噶啦。結果咧，申請咗之後咧，你班業主覺得，喂，外牆冇事啊，又佢又收唔到命令，唔使做啦。不過收好多消防令，要做消防，咁你就慘啦。真係大劑。咁你就慘啦，剔咗要做嘅嘢你冇做。然之後咧，收到令嗰個你收到令嗰個你又冇剔。咁嗱，我話俾你聽，以現時嘅機制咧，理論上咧，咁你都可以。即係轉變得到嘅，係轉變到嘅，轉變到嘅。但係，既然係咁嘅話，咁點解要剔咧？咁點解要剔啫？你可唔可以答下我？即係而家咧，
政府嗰啲表咧，係、你無所適從嘅，係嘛？都張建宗話齋咩？問問招標，整個表要十八個月，真係最真係最叫長，真係最叫長。十八月香十八個香港死幾多個人？你知唔知啊？都神經病，即係所以，我覺得咧，佢呢種嘅思維，政府呢種嘅思維咧，喺樓宇管理咧更加麻煩。即係兩位拍檔都明白啦，即係由你填嗰張表。嗰、那個決定嗰刻開始，到真係你揀項目做邊做邊啲嘢咧，起碼20至24个月啦，起碼係啊。喂，法團都換屆咯，係、啊，即係唔好玩啲咁嘅嘢啦。即係你自己政府就識啊，同你講嗰樣嘢，呢、這個係跨咗我哋呢屆政府嘅任期。我哋唔想去處理，所以法團都可以咁樣跨咗法團嘅任期。唔係啊，但係佢係要你決定喎，佢係要你決定喎，佢覺得佢自己唔需要決定喎，但係佢叫你決定嗰下抵死喎，真係抵，係咪先？即係我覺得真係超級唔 make sense， 超級唔 make sense， 即係所以呢一個咧，即係大家破解佢嘅方法咧，就剔曬佢。希望大家不要咁多爭議，係、嘛？你剔曬佢最後不做咧，係冇蝕底嘅，初步意向啫嘛，係嘛？係啊，咁但係有啲人就即係因為這個呢個咧，雖然我哋都明白初步意向，我都明白法團會咁勸大家，但就係由於呢個初步意向咧，有好多借故搞事嘅人咧，就會捉住呢一點。喂，今日咁快，乜都未有，要我哋剔乜嘢意向啊？揾我哋老親啊！第時點知你再唔攞出嚟投票啊？哇！好多呢啲我識講啊，我即係對背如流啊，係嘛？即係我覺得點解呢啲申請嘅津貼嘅方法引起咁多誤會咧？點解製造爭拗咧？即係可唔可以即係從簡咁樣去處理咧？嗱，呢個就係即係第一步啦，個資助額嗰個範圍啦。嗱，第二步佢而家係咪要大家確認由邊啲人士？去負責簽名㗎，係咪㗎？通常要你即係香港議決就決定埋㗎嘛，係嘛？你寫委員一定係委員，你寫委員嘅係嘛？好啦，呢個又牽涉到頭先我講嘅問題啦。呢我覺得又係戇居嘅，又戇居嘅。因為香港係自由買賣市場嚟嘅，一買一樓咧，就唔係委員。OK， 咁而個法團亦都隨時可以換屆嘅，你換屆有自然嘅換屆啦，有人推你落台要你換屆啦，係嘛？咁換咗屆之後，我想問啦，個操作上面需唔需要再開大會再改㗎？要。咁咪就係咯。咁點解唔係規定係由法團主席及秘書啊？即係用個身份咯，是就唔使冇人名。你咪規定咗，總之法團主席秘書處理呢樣嘢咯。咁調翻轉，係嗰個法團唔同意用主席秘書就要議決啦。我覺得反而係咁，係嘛？即係呢一類型嘅太過迂腐啦。即係我而家叫你去簽個合約，你哋政府簽都唔會揾個人名去簽啦。但你要法團申請要人哋揾個人名去簽。嗱呢、個又導致另一個爭拗，點解呢？有好多業主。他信過法團，但他不他可能他不妥其中一個委員，但那個人又樂意去接受這個任命去到負責簽名，那又為了決定這個人呢又爭了，又爭大論，又爭爭完之後呢，甚至乎連自己簽名的那個人，大家都推搪，我又不想簽，免得揹鑊啦，我又這樣這樣，即是製造這些申請的時候呢，是竟然可以出現這麼多這麼多這類型的矛盾呢，即是想這個人出來的都很厲害，即是我只判斷，我想兩位拍檔遇到很多啦，剛才我講兩樣東西，維修項目的揀選的、所謂意向的揀選，還有由誰來簽名，喂真的拗到呢朱門怨咁啊，即係咧無謂拉更嘅嘢咧，事務大師攞曬出嚟講啲恩將，即係恩怨情仇啊。係啊，佢曾經點點點啊，佢買咗十蚊俾佢買個燈膽，9蚊佢唔賺1蚊啊。攞曬出嚟講，係嘛？咁我覺得咧，即係政府要即係要從善如流。既然
你嗰個選擇個意向上面，不論點都好，佢都可以修訂嘅。咁不如你豁免咗佢啦。而你列明嗰個計劃裏邊有啲乜嘢你係資助嘅，咪得咯。係咪啊？咁人哋咪剔咗知道，哦，原來我第時做呢個範圍裏邊都得。咁唔做咪唔做咯，就唔使逼人哋個意向啊嘛。呢個第一點啦，免咗好多時間其實。係。係嘛？你啲官員坐喺度解釋都煩啦。最麻煩。仲要睇你哋拗啊！喂，同埋最最慘係咩啊？唔係個個官都識講啊嘛，有啲真係講 Q 到，係啊，你哋填咗啲咩就有投票決定噶，唔好亂嚟啊，啊要攞大家意向噶，有啲照稿讀咯，有啲照翻個議程佢咁樣講，冇解釋過。係啊，即係佢哋解釋就照讀，你話咁即係點解啊？嗱，我讀多次俾你聽啊，又讀，又讀，我唔明喎，讀多次俾你聽，係啦，真係最巧。有啲會嗌你自己睇，咁你再唔係你自己睇啊，或者問下律師意見啊，係咪？不過即係有我哋喺度，佢就話問我哋意見咯。如果係由嗰個官員咧講呢句咧，我一定抽佢。我話你份工叫我做，係咪先？代埋你份糧啊邊啊？我又唔需要，大佬，大佬佢出好多糧咩？係嘛？即係我冇理由幫你處理你嘅問題嘛，名不正則言不順嘛。個計劃係政府嘅，咁你咪講清楚佢咯，係咪？而選邊個人嘅時候，嗰啲官員又係。哦，咁梗係你自由決定啦，係嘛？即係而家佢有少少界定嘅，起碼選委員嘅，係嘛？咁呢個我覺得真係非常之離譜同過分嘅一個做法啦。好啦，咁啊過完呢兩關啦，成功簽咗份表啦。簽完份表之後，咁啊交表啦。交表。跟住啲程序係點㗎？跟住咧，佢就你交曬相應嘅文件啦，即係會議議程啊、會議記錄啲交齊曬啦，佢就會有一個原則上批准通知書俾你嘅。係。咁就話啊，初步你都符合資格㗎啦。咁跟住咧就會再要你安排個會議，再講一次之後個流程，即係例如啊，你要幾時幾多個月之後你要去請到顧問啊，請到顧問啊，半年內你又要請承辦商啦。咁佢會開一個呢啲會，佢話俾大家聽個流程嘅。咁好多時去到呢度咧，因為而家咧趨向就一定要申請資本妥啦嘛。咁所以咧變咗咧又要再簽一份協議，即係法團又要同市建局又要簽啲協議啊，搞其實搞文件嗰都搞咗好耐嘅。係嘛？係啊，呢個真係嘅，即係對於啲居民嚟講咧，佢哋都唔係太介意去處理呢啲文件，但係咧介意在係處理得太耐，喺呢個前期嗰個工作裏面，因為好多時咧申請得呢啲計劃嗰啲咧，多數都係有命令嘅。OK， 係啊。嗱，再到下一步啦，就係、是、到嗰、那個要攞資助啦。係。嗱，攞資助又係煩嘅喎，即係煩到嘔電嘅喎。最煩喺呢度。係嘛？點煩法啊，冇嘢。嗱，你做完個工程，咁嗱，你已經有個顧問去監工，有曬原則上批通知書，應該相應嘅物料嘅證書都已經提交曬。然後你做，然後咧市建局咧就會去揾啲叫做工程人員叫做有個視察啦，叫做抽樣嚟睇下啦。去到呢度咧，就先話俾你聽啊，你呢啲又未合規矩啊，呢度又唔得啊，又要再補交其他嘢啊，我嚟個睇，即系咧佢好多時就係顧問睇完之後，原則去到市建局嚟睇咧，已經相差一段頗長嘅時間嘅。咁喺呢段時間咧，咁就一定係冇顧問交相嗰啲時候咁靚仔啦，因為中間會一路可能有啲人跨過咗啲友會甩咗啊，咁然後佢又嗌你不斷地執收，你唔執收佢一路唔批嗰筆錢俾你，變咗咧係好冗長嘅，分分鐘有陣時我試過啲法團係差唔多去到保固期接近完啊，佢先撥嗰筆貸津貼落嚟，係啦，係啊，咁所以嗱呢、這個又係啦，問佢攞錢又好鬼死難。申請嘅時候又諸多棘住你，但係到最後攞錢嗰刻咧，之前棘住你嘅嘢咧，原來你發覺無關痛癢嘅，係啊，即係嗰下抵死啊嘛！嗱，佢又唔係嗱，真係好撲街喎！佢又唔係去針住你，你當初揀嗰啲項目，項目有冇做？嗯，佢又唔係要你簽名嗰兩個出嚟認頭同佢對口，係啊，係咪先？又唔係㗎。但係之前係咁樣糾纏呢兩嘢，係啦、啊。到做嘅時候咧，係糾纏另一啲嘢。嗯，即係我覺得喂，即係官僚同迂腐到咧。就不得之了嘅，咁呢個就係即係呢個公眾維修津貼嗰部分啦，係嘛？咁所以你問我成個津貼你要注意嘅咧，第一，法團咧就要問清楚曬啊所有嘅準則，最好咧就即係自己係要睇緊啲，同埋咧揾到直屬嘅官員。
係不厭其煩咁樣咧揾佢嚟開會。係啊，因為呢個係好重要嘅，即係你甚至乎喂你批錢噶嘛，你咪嚟了解一下咯。嗯、我好啦，我有工程嘅項目或者工程嗰啲匯報啦。嗯喂，我邀請你嚟開會，你又唔嚟，跟、住我交文件俾你又話唔齊，屌、你想點啊？係咪先？咁你嚟睇下個匯報嘅時候，你咪知道啲嘢啱唔啱咯？咁你又唔嚟，係咪先？咁呢個就係我哋成日即係質疑佢嗰個講法啦。咁同埋你都呢度咧，都係令到法團咧好沮喪嘅、因為咧會影響個現金流嘅，因為佢俾啲錢咧都俾得比較慢，咁有多法團咧，其實當然啦，佢可能都收足個維修費嘅。不過問題就係佢哋都預算咗，或者有啲法團諗好咗，其實收到嗰啲資助之後咧，就愛嚟改善大啲某啲嘢嘅。係。咁所以政府呢筆錢又批得好慢啦。係。同埋我都覺得怕咩早啲批啫。嗯。係嘛？你早啲批，你講到明俾佢聽，喂，如果遇到啲乜嘢嘅，我會問你攞翻。係啊。屌，你驚法團唔俾翻你咩？你過到去甩褲啦，係咪先？即係呢啲，我覺得點解唔係？一早批好咧，做咗咁多文件俾你，你應該預好曬筆錢喺度噶嘛。即係總之嗰啲技術人員或者專業人士嗰幾關過到關嘅，就應該要批錢噶啦嘛。即係呢個就係我覺得相對係重要嘅。咁呢一節之前咧，我想再講多個計劃咧，就係招標妥啦。咁招標妥就其實情況都一樣嘅，又係要大家咧係開大會申請。不過就多。做少少嘢決定嘅，就要決定邊個係簽名啦，同埋要決定埋俾唔俾錢佢啦。咁啊，俾同埋俾幾多錢啦？咁呢個 OK 嘅，這個程序反而我都 OK， 因為越後期嘅計劃咧，越改良得緊要嘅。不過招標妥咧，亦都係有少少即係摸住石頭過河嘅情況啦。即係佢似乎都係每步同每步都喺度，似乎係變化緊嘅。我哋都批評過好多次啦。咁但係so far。不是很強烈批評他的原因就是因為他的變化都是向好方面的。包括了現在他們都會有些股價幾部分，但招標妥我都要批評一下他的。因為我覺得他有一個獨立的顧問啦，跟你們答一些問題啦，然後就說只會出四次的會啦，然後就再個別的會呢就會收錢啦。我整個建議法團呢，你哋預咗 budget 咧，可能要去多嚟一兩次，寧願俾錢，因為講緊幾千一次。咁幾千一次咧，對你成個維修講緊幾千萬咧，或者幾百萬咧，其實係好少嘅事。寧願咧，佢當面同你哋咧搞清楚咗所有啊有關要注意嘅事項，同埋你唔明嘅嘢要令到佢明，同埋嗰個顧問。最能夠發揮到作用的時候咧，係咩時候咧？喺招標妥嚟計啊！招標妥，你俾錢市區重建局，佢會指定一個顧問去負責跟你嗰個嘅工程嘅，即係嘅招承辦商之前嘅所有工序，包括製作工程標書，包括一啲估價，係嘛？佢全部都提供意見。咁喺呢個過程裏邊咧，最重要嗰環咧，我覺得製作標書。你寧願花多一兩次都叫嗰個顧問嚟俾清楚啲意見。你想慳錢嘅唔緊要，你做清楚啲嘢去。文件往來先。嗱，文件往來就冇限次數嘅，亦都冇限量嘅。咁所以你可以文件往來曬先。電話諮詢都冇限次數嘅，係嚟出席有限次數嘅啫。咁即係證明嘅消費者咧，你用到佢盡。係嘛？佢唔答你，你咪同市建局講佢唔答你咯，鬧爆佢咯，係嘛？咁呢個就係我覺得相對。招標妥，你運用呢個計劃嘅少少嘅竅門OK， 你盡量要攞咪攞文件先，你睇到唔妥當先做。所以咧，你唔好花嘥咗啲次數，佢嚟跟住佢講完一輪冇料到，同埋咧，我話俾你聽咧，我教啲法團都係咁啊，試聽到都冇所謂啦。我一定教啲法團咧，嗰個獨立顧問嚟嘅時候咧，就有咁多業主揾咁多業主嚟。一定要俾個顧問覺得咧，啲業主係好緊張個維修嘅。你唔好做錯嘢啊。你唔好亂嚟啊。你做得小心啲啊。係嘛？一定有呢個意識俾到佢。係嘛？所以呢個就係我覺得即係招標到其中一個要注意嘅事項啦。咁轉頭下一節翻嚟，我再繼續講好嗎？好，轉頭見。
唔打牌，仲有咩好做啊？嘿，唔打牌，仲可以食盘菜啊嘛！金大盘盘菜有娃娃菜、萝卜、莲藕、芋头、枝竹、猪皮、鱿鱼、栗子、鸭掌、鱼蛋、花菇、走地鸡、西兰花、鱼耳福袋、花胶、虎虾、腩肉，仲有鲍鱼添。金大盘盘菜足够10-12个人食，原价1288元。而家红米米饭主题餐厅做紧处女优惠价1088元咋，快啲打电话嚟订啦！